闸门打开，第十一场正式开跑了。啊，出闸以后呢，没有马匹特别的慢啊，在前面呢，现在内侧的位置，麻将王有带出半个马身的优势了。不过大外栏的位置呢，赶上来的就是小宝会的坐骑了。太阳行动从大外栏呢上去去抢这个领个马身以后呢，才看到麻将王。再来呢，外侧的位置，金枪六一今天反而是抢不出啊。那现在中间有两个马位以外呢，才看到有百战百胜，后面还有大线奖，盛海以及。圣灵之礼内侧的位置呢，则有这个战火重燃啊。现在在前面呢，这个太阳行动呢在走，但是走不脱。麻将王从外侧呢，轻轻的这个加速就超越了他。啊，显文东的坐骑呢在前面呢都出来以后呢，就后面呢只有一匹金枪六一追的接近罢了。麻将王这场赛事顺顺利利的赢马，赢了有超过三个马位的，对五块一位置热到烫手兑现的。而且是赢得很有信心的，嗯，你前面就带了没关系，我后面冲上来一下子就把你越过了，等其他的来追他，但是都不行，上海完全没有存在感啊。四号稳稳的一个第二名，然后九号阿赫塔还有待进步啦，我看就够就到这儿了，那匹百战百胜森林之里差了一点呢，挤不进来，跑一个第五名。哎，你看这匹。嗯，这个五号。